来先老朱。来先把那两张作业单，今天的两张作业单拿出来。不是你高啊，你。你高嘞，老师啊。先发下去。啊。来，先看今天的作业单，编号十五。来，先看编号十五的，先写。哎，高啊！最高啊！我一共来分，就来分了。是不要？也是，一共就不来分了。那个要少的。给你几个啦？你也是，你也是。哎，我被盖啊！哎，你超想收件毛衣啊？被盖。老师，那你把它讲没啊？蔬菜自然栽的，我被盖，哎，我被盖。难怪你会这么丑。哎，丑什么？你们刚才一起跑那个。脱衣。脱衣。全世界洗肾人口最多的是台湾的。我知道。哎呦，我变得你。然后台湾里面最严重的就是小琉球。你怎么知道是小琉球？小琉球。怎么样？花钱。那个最干净的水，最干净的就是我们直接的自来水，而且我们那些污水是我们少喝那些东西，那些东西都在让你的肾脏负荷量，你会比人家早洗肾。现在跟你讲这些都没有什么用了，因为你现在就是快乐就好。要是跟你讲那个东西都是累积的，那东西累积，少喝了，只想你不要喝，少喝。那个身体健康的时候不会懂得让你身体健康的时候痛。好，那个来看作业单编号十五，先看编号十五。你今天没有拿到作业单吗？这里有个煎蛋。哦，你看你才是多好。
然后你再去回答这一题，
B 他问第一四分位数，第二四分位数，第三四分位数。第一四分位数。我们一般而言都会写 Q1 来代表那一个数字，直接把它写上去，因为这样子我们以后会比较轻松一点，不需要写这么多的字。第一四分位数一般而言都会写成 Q1，Q 是代表 Q 是有一个英文字，我忘记了，四等份的一个英文字，但它开头是 Q 开头。那四等份是用 Q 来开始，那是括号叫什么？然后 Q 开头，所以四等份的位置，四等份那个位置，把它的位置四等份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编号找出来的那个数字就叫做 Q1。那你这一题，你这一题要算 Q1， 你要算 Q1， 要知道怎么知道 Q1 多少呢？我要先把编号找出来，对不对？会算编号。这一题有几个人？有三十笔资料，四等份，所以你要四分之一。这个会算出四分之三十，你把它除一下，三十除以四。好，你可以先变二分之十五，也可以不变，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也可以不变，直接三十除以四，三十除以四会得到七又四分之二，所以编号找谁？编号找八，编号找八代表 Q1 这个数字是多少？来，我去看。所以刚刚为什么要这样写？这个太重要了。编号八是谁？编号八在这一组，所以它的分数是，所以 Q1 会等于八十二分。那如果我要算 Q2 呢？乘以四分之二。如果我要算 Q3 呢？乘以四分之三。自己算，把编号找出来，然后把它都啊，没错，这个我不算，不算。我们四分位数你会了，对不对？百分位数就是把它百分，对。所以第十八，对，百分之十八，对。你算出。全句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教你，以后就不会再写最大值或最小值。所以我的这一笔资料，它看的是它的分数成绩，对，它的成绩看的当然就是它成绩里面的最大值在这里，最小值在这里，所以就把它每个相减减出来，它叫全句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四分位句。四分位数就是会，对，会用这三个的其中两个相减，你觉得应该是哪两个相减？没错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画合算符，你就要自己画那一把尺，那一把尺自己决定的，没有说一定要怎么画，但是刻度一定要一样大。把尺画好之后呢，再把那个已经有最小值、最大值这三个就给画上去。要精准画画。嗯。今天你有三十小时。三十六十四七六十八。真的是。所以我们说三十除以四，七八零四十四。算出十五，答案就是十五编号。那应该是找谁？对，写下来，十五十六。好，你等一下。那不算，好。对。好，你说说对，你告诉我怎么算。一二一。好，四分之二。四分之二这个算出来会等于十五，啊、哦。
那你算出十五，算出十五是刚刚好哦，没有切到十五，所以你不能把十五圈起来，十五圈起来是错的。它刚好是我意思说前面十五，后面也十五的，所以你的编号要找谁？要找十五这个编号，还要去找十六那个编号。把这两个编号找到那个数字之后呢，再把它。所以 Q2 怎么算呢？来，所有人看我这里，不然我要讲好几次。所有人看这边，所有人看这里。你三十乘以四分之二会算出十五，不会算再教。得到十五之后，它跟七又四分之二不一样。七又四分之二会切到编号八，所以最具代表性的编号是八。可是这一个你算出来刚好十五，它不会切到十五，也不会切到十六。它刚好切在十五跟十六的正中央，所以你的编号这两个编号要同时取，可是你只能取一个编号，所以只好把它相交处理了。那编号十五的答案多少？85。编号十六呢？85。也是85。所以你的写法应该要这样写：85+85除以6，算出来答案当然还是85。但是你应该要这样子写。写法要完整。30乘以4分之5算30乘以2，60。所以我可以把它变成4分之60。文具有没有？四分之六十之后再用60除以4，这样可以算。数据要什么？不然的话会不清楚。60分到80分的感觉，为什么会想要知道那里？那差距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已经画在上面了，为什么就画在上面呢？82在这里，两个不要讲话，可以讨论数学问题，不是聊天。这里是82，这里是91，因为你的尺度如果对，这一个从这里到这里，它就看得出来，这里尺度就是91，或者这里就是这个21，它已经可以直接算，也可以看得到，也可以可以算，然后它的全距从这里到91，你在这边还能画，然后合状图这两条线没有这两条线只是为了让我们有什么画出来，所以这两条线我们画得很轻。甚至不会画，只是为了让图形变漂亮，所以你要画得很轻，画到轻，基本上看不到。然后要把最小值跟第一次分数连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资料是从这里到这里，所以这条线要画，你会找对称的那条线，你这条线就会自己画，是不是？它这两条线。最大值不对，要看它的资料，它的分数最高值达到90。
三十乘以四分之二，先把三十乘以二，六十再除以四，我要相信答案。解释一下什么叫全距。好，这个你会算出四分之九十，那四分之九十你会算出它是，好，谢谢，二十二又四分之二，那所以我会找编号二十三，编号二十三，所以 Q3编号二十三的那个数字九十一分。首先，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做全距。什么叫做全距？来，先注意听我这里，来，听我这里。什么是全距？接着，很多时候不太需要教，你自己就知道，光看名词解释就知道。什么叫全距？全就是全部，全部的资料的距离。什么叫做全部的资料的距离？全部的资料，我们这一笔资料在看什么？全部看好这个，全部看好这个。我在教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听，不管你会或不会。全距是在讲全部资料的距离。什么叫做全部资料的距离？这一笔资料在谈什么？乘积，对不对？那这一笔资料在谈乘积，全部的乘积里面的距离是什么意思？全部的乘积里面的距离是什么意思？这两个的距离叫做它的全部乘积的距离。所以全距就是拿这一笔资料里面的最大扣掉最小。四分位距呢？四分位距在讲四分位数的距离，对不对？在讲四分位数的距离，一样，它在谈最大的距离。所以四分位数有三个，一个是 Q 一，一个是 Q 二，一个是 Q 三，会拿谁跟谁相减最有道理？会拿 Q 三扣掉 Q 一。好，第二题就是这样，第二题就是这样。那至于下面的，好，目前我只看到你是这样画的，再看一下，这还不错。你会无聊就是因为你在听课，熊无聊的就是上课就去听课，所以什么意思？这是熊无聊，熊更无聊。我们来比较一下，你可能看不太清楚，但是你还是看一下，这个合账谱跟这个合账谱，两个是用不同的尺，下面他们的尺用的尺是不一样的尺，他们用的尺是不一样的尺，看一下，哪一个比较适合画？没有错，哪一个都对哦，他们的画法都对哦。这两个哪一种画法比较适合拿来画这一笔资料？不是这样，这个画法没有错，大部分的人都这样画。那我觉得很不错，他，比如说他会去动脑筋想，我不是每一次都是从零开始，没有。你要看你的资料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算全距？你要看你的资料在哪里嘛，你画在那里才有意思啊。你从零到七十都没有数据。你画它做什么？懂我的意思吗？画图不是只求把它画出来，你要选一个稳型。好，还没画的，请你画够用的就好，画够用可以画出那一把尺的东西就好。好，请你把图画画。
那个盒子的图画出来。这是玉中图画的非常好，这个是玉，也是一样。其实你们的合唱图都画得很漂亮，那我的意思是说让你们看，你怎么画都对了，你怎么画都对，你怎么画都对，你的尺要怎么画都可以，可是问题是你要去选择一把适合画这一个资料的尺来画才有意思。Good.
分只是75分只在这里。这一半的人数跟这一半的人数不是这是编吗？对啊，不啊，怎么了？透过编号去找到，可以找到 Q 一七八十跟 Q 六八十的等等。不知道不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不需要重新。高中会这种？当然不行了。高中啊？高中。高中。高中啊？高中。高中。高中会这种？都不行的，赚钱啦。他们那些新会员还是高中吗？高中吗？没有哪一所。还是在安南的人。这是比较不熟悉的，不熟悉的地方。你是高哪一所？我再去完成下一题。中了。对啊，中了。中会是。只要没有错都是对的。对，有中会是中了。然后，应该要把数字写上去。哇，你怎么干起来？你怎么干起来？他有看到没有？我快记住了，不对。然后，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来是做什么？我看对了，没事。16到17。来，同学，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大题。第二大题，来，全部听我这边了。第二大题，中位数位在哪一组？不管他是要问中位数还是四分位数，不管先看我这里。不管他是要问中位数还是四分位数，甚至百分位数，什么叫百分位数？不知道。来，我们，先把这些名词搞清楚。位数，四分位数，百分位数，讲法都一样，注意听，讲法都一样。你要先把位置排好之后，先全部放这里，麻烦你一定要先听我这里。位你就当副食这样子，你要先把位置排好之后去找正中央，所以所有的编号都排好之后，找中心的位置，看这个编号是谁。如果你分割下去没编号，你就要两个找相加除一，去找编号，找到编号之后，你才知道那个对应的数字是多少。所以，如果我这一笔资料有297，我有297笔资料，我的中位数在哪里？谁可以告诉我？我要找编号而已，我会怎么算中位数？先找位置而已，我就会把297。除以二，得到多少？148。对啊，这包的主。148又二分之一，所以它哪一个编号被切到？149。所以中位数会出现在编号149，看它对到哪一个数字，懂吗？答案不是它哦，是这个编号对到的数字。那如果要算四分位数呢，就要四等份，所以我就要把297乘以多少？四分之一去算，297乘以四分之二去算，297乘以四分之三。好，对对，乘多少？去算出来，这个都只是在算什么而已。编号。都是在算编号。编号算出来之后才去找数字。那请问一下，百分一百等份，那这一个是第一个四分位数，第一四分位数，第一四分位数，第一四分位数的这个应该说第一四分位，不是第一四分位数，
这一个四分之一的意思，我们在算，我们在算它的第一个四分位位置。我在算这个的算法，在算第一个四分的位置，先把位置找出来。你的位置。你不要等他，我等他，我是不会。这很现实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他让自己不了解，那就怎么办？然后你就会倒掉。这一个在算什么？在算第二个四份里面的位置，不是数字哦，位置而已。所以这一个整个在算第三个四分位。所以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我要问第二十九、二十八。我要问第二十八百分位，它怎么算？除以一百分位，等于二十八。你就用297，然后呢？乘以什么？一百分之多少？对。好，请你把这个写在那个讲义的背面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整个完整的这一套全部写上去，自己写，看懂自己写。你如果真的懂，你根本不需要看那本。整个完整要写一遍，从中位数、四分位数、百分位数算法，通通都一样，都在找位置。先位置找到之后，位置找到之后才去对。那个数字是多少？除了你不会写，除了作业你不会写以外，有些同学你作业写的不认真，猜这个就是其中一个。我可以想见你继续这样下去，你只知道考不考不考。给你的那个练习，我知道你们每天这样写是需要花时间，但是那个时间花下去是很值得，你不需要带回去，只是在学校好好的把它完成。那你能够完成到多少算多少，可是你要努力去做，你要努力去做，一天订正，一天是新的。除了有些本来就很好的以外，黄玉龙目前做的最好。他很认真的在做每一天的作业单，丁正的也很认真在做，不是只有做新的，新的认真做，做的错了他会立刻丁正。我不敢讲他断考或不会考得很好，这个我不敢讲，因为这个有很多因素，考得好不好有很多因素，但是他的认真程度很值得，就是我看到他写的，我就会觉得开心了。很多时候你们的作业单都是我带回家的，老师必须要花时间念这些题目，还要花时间改你的作业单。我希望改到的是你认真在写。那当然你不认真，我改得很快，因为根本不用改，可是看了会伤心。是一样的算法，但是你需要去把，你需要去把总人数算出来。你要去算它对应多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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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加起来才是要总数。
你有总，你有总数之后，你才知道要怎么算。好。我举的例子是，我举的例子是297。297你只要中位数，这两条线297你知道吗？然后就稳定。那297笔，这里是有没有收成？25到20，对吧？不过呢，148，2/3。所以它会怎样？它就是从左到右，就是没有48。它表示它不知道它不够，因为它要一半，它要切一半，所以它还要再过去一半。过去一半，那个一半刚好切到什么？是要抖艾维吗？没有，黑板上没有图，右边那个没有，懂我意思？它会切到，它不会切到148，对不对？它会切到它下一个148的下一个位置，也切到一半。所以我会切到它，所以我的位置，我中间的位置刚好就是对。就149就是那个中间位置，就位置现在是对上位置。对，半的时候是这样，中间位置，半的时候是这样。这边有机子，不是，要怎么办？因为成绩是他在看的，他想换成绩。75到96是换成绩，那用机子不要在这里，机子给你。人体就是一整包的嘛，所有有十个加的加起来，一百六十多种。所以他不是说要七十分，一件事情是七十分，他就会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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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已经帮你算好哦，30，不错。你说，算好了，35。这是比较好的，对啊，规百姓。